2012年12月31日，是否是金党渔业工会欢庆80周年的重大节日？今晚大家齐聚一堂，共同倒数及见证2013新的一年的到来。在此，我借此机会呢，祝愿在座的每一位嘉宾，祝你们新年进步，步步高升，升职发财，财源滚滚来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来维护我们一路来的这个
轮滑行。各位，我们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最近，因为从去年这个政府设立了这个六 P 啊，就是标牌外劳这方面，标牌外劳六 P， 到这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，一年半哦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政府还没有落实一个定案，到目前为止。就是这个课题，刚刚这个课题，我们有很多东西，譬如说对国家的目前这个机制的发展也深表关注，深表的关注，特别是以人民息息相关的这个国债危机，大家都知道，这国债危机都跟我们人民息息相关了。国家养牛中心丑闻，2亿5000万。各位，管这个莱纳斯的稀土运动。AS 的这个电网电眼之法的系统，关丹独立中学沙发中的4000万现金，教育大南图马航亏损82亿，马航的亏损82亿，这样等等的课题，如果这些课题政府没有说获得尽快的妥善来处理，人民对政府这方面可能彻底的感到失去信心。我们政府在执政的时候已经50多年了，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。现在就是说，这一届的大选是快要到了，所以我们要认清楚，这一届的大选我们也要做，而为人民。现在就是说，我们也能够选出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、为人民做事的、公平对待各领域的啊，这个政府，我们应该是以我们的理想先来选出我们的心里的这个。各位，过去的一些事件，我们现在不要谈。接下来有请总统钟仪明。
掩护在台上。好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再次有请我们三边社会服装的代表呢，拿着你们的服装支票。